这个四条白腿也是很漂亮。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圣路交易市场，今天是6月17号啊。早晨来了一辆货拉拉，小凤要装啥呀？这是小朋友啊，又装小马啊。这马是往哪拉的呀，小凤？横腿。抓着对马这个小马驹儿，这小马驹挺可爱啊，活泼又可爱，不好抓啊。哎呀，这急着抓进去了啊，这个小家伙。好，要赶了第二批小马。哎呦，这抓耳朵啊。这个四条白腿也是很漂亮。三批小马。抓住了，抱着脖子啊，抓耳朵拽尾巴。好，再换个句啊，这个小家伙也是非常活泼啊。哎呀，抱住了，哈哈哈哈。嗯，一个抱头一个拽尾巴出来了。中间个小，中间抱不动，中间个小，挣扎劲儿不小。哎，这个怎么还钻进去了？把这个去别的圈里串门的小家伙拽出来，抱出来，这个太小，直接往外抱就行了。不要打出，直接正常。啊，直接往里边，直接往车上放，直接往里边正常。哎，上去吧，走，来，四个小可爱啊，带上一帮草，饿了就吃，还有。关上门儿，出发去新主人家吧，一路顺风。